各位观众，我哋终于嚟到呢一场波啦！欧洲各地嘅顶级联赛啦，大部分都经已系收敛噶啦，而家系剩低呢一场最重要嘅赛事。由上年夏季嘅外围赛开始，到而家剩低最后两队，睇住呢一场波嘅就唔单止系球场入面嘅球迷啦，仲有全球高达3亿人嘅电视观众啊！讲到历史啊、传统感，雁飞路球场咧就真系相当犀利吓，当中啊有好多经典赛事喺呢度上演过噶。到底边个可以在这个舞台上发光发热呢？作为观众呢，我们当然希望看到一些娱乐性高一点的赛事，所以很难紧张。危机暂时就叫做解除了。列贝利位脚直线，差不多到最后防线的了，解到围就好了。达斯拿传个高波，俾个脚唔够靓啊，晒咗个机会啦。波列亚历山大帕图攞咗个罚球翻嚟。解围成功，有冇机会打反击呢？基迪亚瞄住个前场嚟斩啊！冇用啊！人多手脚乱，嘥晒机会。哇！呢啲就叫 power 啦。后面今次得唔得啊？试下凌空抽射，不过就唔掂。呢个波如果入咗，世界波啦。唔入，下次啦。
列贝利。迪马利亚。个波而家喺迪马利亚度，个波向前传，高空传球，虎脚发，呢脚直线一下趟穿晒，错下传得。球证明爹，呢一场精彩嘅决赛啊，竟然踢咗一半嘅噃。踢完上半场之后，我谂两队喺更衣室里边咧吓，俾教练闹下啦，都可能要谂下有咩方法咧可以入波噶啦。努力啲啦，两队都系差些少运啫。嗱，决赛啊，踢咗一半啦，喂，有咩高见先？呢场波啊咁紧要啦，所以两队都踢得好小心嘅，惊住犯错输波啊嘛。咁睇下边队啦。你有冇入啊？入咗冇？入咗啊！呢个波，呢一个系咪个好开始呢？拜仁慕尼黑唔放过咧，对手比失咗个波，一攞咗个波就即刻可以反击啦。人慕尼克入波先打开纪录啊！能够在啲咁重要的赛事入啲咁重要的入波，呢啲球员咧一埋门救得好，反应快到咧，好机会啊，冇问题，比数啊进一步拉开啦。呢球波又是教材嚟嘅，控得靓，射得妙。看來踢得越來越順，到目前為止都相當好，可以感覺到他們給了很多壓力，試下壓過去，踢個地波進來，在這裡射他，咦， good try， 值得試下的。這球球我想他平時練習入了很久了，不過練習和真正比賽差很遠。拜仁慕尼黑而家有后备球员入体，找下办法看看可唔可以多少少火花啦。努迪格单对单啊，埋门嗰下啦，咦，防线有个漏洞，亚历山大帕图将个波送去侧翼，基迪啊，舒伟恩士迪加逼住球死线，好回归，得得先。又入波球，完全都不收手的，胜负已分啊！最后嗰脚啊，简单啦。喂，你点睇啊？呢啲咁中意起脚射门嘅球员啦，好心理应该 mark 到佢实一实啦。后防咁唔小心，咪要付出代价啦。拜仁慕尼黑遥遥领先三球，守门员大脚斩出去。白必图，好，而家一个传球射门啦，应该就差唔多完场啦，错啦，因为系写出完场人嘅，佢哋写下咗球会史上嘅重要一页。球员啊行上颁奖台，哇，做得球员都系好想感受呢一啲时刻啊，非常之光荣啊！